现在请两队派出第一组出战的队员。我们先派一个最弱的好不好？可以啊，深深。张医生笑得太大声了。来，传统传统习惯，打个样，不怎么样，打个样，让招兵来打一下。这我上啊？上吧，来吧。第一组成员请就位，请把双手放在桌沿。哦，这个好紧张啊！好紧张啊！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第一枪，请准备。什么？你有驾照的吧？有驾照，有驾照。周深，他打完之后现在有个黑点儿。就这样，我正式成为了反应协会的会长。第二枪，请准备。气势全输没了。老秦，来，老秦，你呀、啊，你来嘛？那你就必须对我呀！来来来，我觉得你俩好，你俩世纪之战，真的。哎呀，你什么过程？拿出来嘛，拿出来玩嘛。从装弹开始呗，装弹加拉那个上膛。请把双手放在周岩。哎呀，从上子弹开始，越玩越大了。白色，九月四，哎，下来，哎，下来，继续。你这是照脸上打的，他老打的。你眼睛飞我身上。啊，快点，快点，再来。慢点，慢点。我感觉你就没。我其实带了那么点小情绪在里面，确实是有那么一点。请两位继续准备。老秦，不要带情绪。冷静、啊，黄色，哎，你太侮辱人了，你太过分，哎，还这样。他在那等。白鹿带情绪了。第三枪，请准备。红色。红。右边。我今天可以输给任何人，就是不可以输给秦昌。告诉我有没有水今天？
你俩早说呀，你俩最后上换飞刀，就不用这个，你俩飞刀。咱一把没赢呢，一把没赢啊！你上吧，你赢一把。我上吗？你赢一把，赢一把。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你要加油 ，BB 姐很厉害的。不行 ，BB 姐眼睛太大了，她太强了，你当娱乐吧，宝贝。BB， 咱们组得翻盘了啊，这把。第一枪，请准备。紧张吗？就这么紧张吗？天机噔噔。像东陵，哎，不能唱歌，这两人可以抓走了。嗨，还没开始呢，白色，不是，还没亮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头两把是白玩了吗？白，白色，白色，白，白色，白色。哎，确实有点紧张，真的紧张。而且戴上这个眼镜，那个光一变，我看不清这个颜色了，是吧？眼镜的问题。不要再找我了，小明。透明眼镜跟那有什么关系？你就跟眼镜没有任何关系。第二枪，请准备。哦，这个颜色是紫色，是吧？你看，你到现在都还没分清。完了，你都第三局了。我的意思是，他好不容易亮一回，我要看一下。第三枪，请准备。好像有点优势 ，baby 姐真的很快呀，打得真的很快。我要求能不能派一个厉害一点的跟我玩？哎呦，完了，我被小看了。进来吧，可以，来吧，我去吧，我去。好好好好好，我们线上的好吧？好。哦，爸爸，试一下。